正要去。替换草，替换草。怕你打个三郎他又来了吗？呀，小白，我操！我操！我鲁莽回击。对面啊，一共五个人，四个 AP， 我第二件直接大影魔刀。我疾跑一开，走位，我去。完了，不过我的街霸也能像英雄联盟一样这么玩弄别人，好，哎，简直是玩弄，打都打不着。德玛西呀，切切切！可惜了，兄弟，那波走位没走好。打个红，那么我来发个光。管了，我疾跑一开，把我杀了，完了给我口了，哎，你让他口，你也别让他口我呀，那他把你口了，我不就能杀他了吗？要打这两个人的话，想杀的话就得先杀塞拉西。
我操，丢丢怎么办？丢丢人太多了。还行，没有闪现就很好啦。雨景下来吗？雨景又没有狂风，也没有闪现，为啥敢在这种位置待着呀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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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意儿啊？掠夺吧！我正要去。过来呀！他们干一波，大虫子没带，跟他们爆了！操，给我留人！什么戏呀、啊！去去去！我去去！好使吗？不跟你打了，你好使啊！雨景和拉克斯没闪现，为啥这么狂？我到了，来。你俩为啥这么狂啊？我的妈西呀、啊！去去，那就你死！去去去去！雨景什么搁这儿呢？让你跑了啊！杀他！你别进啊！哎，说了你别进呐！非得往里进，进他干啥？我就杀他就完事儿了呗。跑了，冲！掠夺吧！看大招多么犀利啊！别往里进了。我理解，他这理解，这龙女干啥玩意儿？你俩咋的呀？我大影魔刀还没出来呢，怕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他妈，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你给我狂什么玩意儿？我这老血魔看着你能打动你？看了我退出，小龙吧。哎，
一把的吸血鬼这么肥，没发现呢。你他妈咋的呀你呀啊！想逃妹妹，我瞅我瞅瞅瞅，喜欢瞅。我操，这么多人，哟！妹妹，别让我看见你啊，妹妹。都给你挡上了，让你们没有后路啊！你们后路都给你挡，看谁敢过来啊！呀，妹妹还敢往这儿走呢？呀，这有个妹妹，哎，闪现超强了！这还有个弟弟。光头，他没有一个控制，那你死。伤害。打大龙吧。啊，拿吧，小黄毛拿也没用，拿也是给对面拿。啊，他也打不出来伤害。你他妈瞅啥呀？你瞅啥呀？你瞅啊！我让你瞅了吗？算了。再见，哎，跑的就是快，好大，也不是那么完全好的。妹妹闪现马上好。光头着，你跑！你跑！你跑！你往哪跑？啥意思啊？你想杀我？想杀我？想杀我？想杀我啊！给你斧！小龙让对面拿了吗？拿了，丢一手。啥意思？你啥意思？
他们要干啥呀？他们要打大龙，我干他！我来了。我正要去。大虫子人呢？啊？啥意思啊？我不受控制。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，鲁莽挥击，我人儿怎么见着我人儿？我操，没找着人儿刚才。给我杀！德玛西亚！